看阿三把麦克风跟吉他拿开，就知道要干嘛。还要这边开始霹雳舞同转。奥迪可以吗？你手在抽筋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因为前三手架那 GoPro 那个今天支架比较长，有点。哦，前面有架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有点酸。你超不体谅的哦。我以为你要从头加到尾。我不觉得是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辛苦。我一会儿就有一个人叫我们叫放菜叫。其实还有一个人比较辛苦的是，你们知道是谁？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因为他这假的，今天是伟伟的副出场。应该是反正过年前到现在嘛，然后后来开刀一个多月到现在，其实应该是说我都没有什么运动，因为只有复健不能运动，所以我刚觉得我好累，没有吧？我觉得我变就是还蛮累的，可是我觉得脚不酸，是手还蛮酸的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太久没有运动了，因为医生说不能动，因为复健嘛，对，啊。奥迪啊！再说一次，你，然后这是奥迪，你就不要给我空格空格这样。其实，对啊，其实很久没表演嘛，像是大港，上个月的大港是江豹老师帮我带的，对，所以虽然打的，虽然打的不错，虽然打的哎不错，因为他讲不好，没有，江豹打得很好，因为他很认真，他说不能找我，找我反这样，其实。就是，反正就很久没表演了。其实我今天有点紧张。哎、欸，讲真的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其实刚才录是录，那个录一打开木啦。木。哎，木不是拉的吗？很好笑啊。木不是拉的吗？我们在那个阿用啊，就要 Q， 我们剩两分钟，只有我们今天到嘛。然后他就那边，不行，尿这是真的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就是。对，刚刚我还有那个紧张，紧张到出了一个包，都没有人发现，好险！只有武成哥，你有发现？麦克，真的，你就一直唱，你怎么会发现？讲到没感觉、啊。有武成哥有发现，一直跟我对望，奥迪早就发现，可是他那个眼睛这样偷瞪一下，我就知道了。就看到屁啊屁啊，麦克，我都这样，超快的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，你要 GoPro 要慢动作才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可以演下慢动作，很难练。我刚一次的第一次的时候，你试试慢动作，我有啊，就是有。看你，他意思是说他怎么动都很帅，没办法弄。你这样，这个鼓放到前面来就比较那个嘛，比较紧张啊。人家比较拍得到你，对不对？不是重点，就是因为这样才要放到前面来，对。是好用说的，哎，不要这样啊。希望下一场有机会的话，伟伟可以加到你们旁边来。麻烦一下这个，加中间那边好。就是你们那个你侬我侬的概念。你侬我侬。那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一直看前面，然后不知道你们在干嘛这样。啊，不好笑。我想帮你接，都想不到。我们常常就会这样，讲到最后笑到一半。所以，谢谢大家今天来。要唱歌，